巴嘞？走高速公路国一，可是这是去桃园呢。我要走国一。哦。那你要走哪里？不知道啊。我们他不是要约在那个什么休息站，湖口啊。哦，不是一下就到了吗？哦，也要一下下，好不好？那我先睡一下。有啊，睡。你后面怎么睡？你跟我讲。可以啊。最好可以的。怎么那么大一张啊？跟我的床一样大，就拿不住到我的床上就好啦，就可以睡了。你后面到底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床垫啊，我今天是床垫快递，我是新公司。这一台车哦，什么都载过，水箱啦，电池啦，是后面也是有水箱，干嘛这样？床垫啦，还有什么？改装材料啦，好啦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又要南下了。我们这一次是玩兼什么？兼松果。我发现你阿爸最近弄了那一台哈，那个 Invico 的车子哦，还蛮常出来的呢。哦，对啊。为什么？比较好开啊。比较好开。啊、所以他就愿意出来了。对啊。他就可以在那里面洗澡。他的浴室很大间，你知道吗？他有做浴室吗？他有做浴室，你不知道吗？后来有做。没有，他有浴室哎、欸。是挂在后面吧？对啊，很大的浴室，150公分哎、欸。他就是把门打开这样子。对，而且他自己也做好那个浴帘哎、欸。是哦，哦，超厉害的哦。我们再来好好。他进车哦。我们再好好拍一下。那天他不是来林口吗？所以这一次会。林口、哦，他那天在林口啊，在那边洗澡。他就自己在他的车尾后面洗澡。哦，赞赞赞！反正我们现在出去都不怕没有。啊、他的车底水箱几公升的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是好像70吧？不是你帮忙做的吗？应该是70，因为他说家里有，他就拿来用。哦，用现成的就对了。对。这个是第一波要用的。对啊。哦，好了好了 ，OK， 我们现在就继续往南，来准备去湖口休息站跟那个好友会合，然后继续往南。那个，亲爱的老板娘，我们来到了休息站了。哎呦，我发现哦，你那个太阳能的角度哦，可以让你的车飞上来嘞，它有风压。是安怎？它有一点翘翘的呢。我讲也有风压，你知无？伊怎安尼出来？啊，怎落多好？安尼啊，安尼啊。嘿，对，无多贴地啦。你讲爱用安尼啊？系啊，安尼嘛是会使啊。你若塞八百会飞去，我感觉你若塞到八百，太阳能会飞。没有。收到正啊。收到正啊，好啊，啊好啊，未？四三好啊吗？卤蛋该过年啊，小娟去上厕所。哎、啊，你都起来啊？我们已经上来很久了呢。所以，卤蛋应该也上来了。对啊。走，你先走。谁开头？你啊。走吧。走了走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今天目的是哪里？南昆新哦。青，那个青昆新啊。青昆新哦，唔知啦。什么关海路哟啦？好啦，行啦。走了。知道，行啊，知道。我们从那个。湖口休息站一路开，然后有人肚子饿了，说要去吃一家宵夜场。哦，这个宵夜场是在那个彰化，然后我们家老板娘
路还是睡，睡到超级好睡的。我老板娘哦，一路睡睡到这边来了，你真好困嘞。哪有？你一路打呼嘞。屁呀！我跟我没睡好不好？你们偷拍我，我不知道。走来个再吃，吃啥？哎、欸，真正是排骨面啊！嘿啊，敢是？对啊，行。观光夜市。哎、欸，伊真正讲要食空巴饭，带咱来再食空巴饭嘛，真好。你说你对隔壁的、啊，你要果汁啊？我要喝你点的。随便都可以啦。我点芋头沙拉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喝喝喝喝。这是观光夜市啊，都收了。跑到彰化来的。好，老板娘在这边。没有一家牛乳大王，牛乳大王。菜要加菜加牛乳。哦。对，这蛮贵的，好喝哎。一个饭一个排骨，叫排骨饭。这是我们的宵夜，一个排骨一个饭。哦，开动。要不要来个荷包蛋啊？你们直接叫啊。先不要了。哎、欸，给你吃一口，你都不要，给你吃一口饭，你也不要，都不要。OK， 老板娘，我第一次吃到那个排骨，排骨饭是排骨加饭，就这样而已。人家菜到另外点，好不好？嗯，还蛮特别。不过顶多点完，顶多就是85，很便宜，最多100啦。对，超便宜的。我只能说哈、哦，像我们在彰化市哦，彰化市哦，这种消费还是很低，跟台北比起来还是非常的低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连加加我这六个人吃330，我们六个人吃330了、啊。你看这个，我们跟老板娘有时候出去吃一餐就不止这个钱。你看六个人下来吃个宵夜330。对啊，这个是在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在彰化区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吃完，我要走了，已经一点多了，继续北上。北上去哪？我继续南下了。那么，那个大叔有一点吃饱了之后，那个叫什么？对，身体的那个血液都到胃里面去，就开始变得没有精神了。不过这个到达目的地会很好睡。我到达目的地不能睡。为什么？我车是满的。往前放就好啦。我们继续走好吧。半夜来到一点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继续在外面流浪漂泊。那如果你本身哦，像这样晚上出来，那你没有找好房间，甚至你找好了房间都划不来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，因为最晚好像12点、11点就要去了。因为你如果现在去入住，你隔天中午就要退房了。他什么没喝？这时候我们讲说那个有，这时候如果说你可以随时睡车上，其实是这种转换心情是非常的不一样的。就是我们想睡了，我们停下来就睡觉了。像
像比如说这个旁边，我没有旁边这个停车场，我们就可以睡了。停车场，这个停车格啊，像这个啊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旁边的停车格啊，不过那个有一点太斜，或者是说路边的停车格啊，都可以睡。公园旁边的停车格，照睡。那时候是几点？好像也是半夜了。我们去台中吧。对，反正就是很晚了。你听到那个充电的声音？现在充到几%了？我们这台车哦，最近大叔都没有用那个家用的充电器去充我们家的电池，因为我都是利用行进当中来把它充饱电的。还没，不过已经70几%了，应该快80%了吧。我出门的时候好像是刚刚看的时候是50几%吧，现在已经充了到80%了，已经充了将近30%了，没有60%，对，我出门的时候是60%，现在充了20%。还有20%，可以啦，刚好到台南其实差不多了，应该是不会充饱了，但是至少可以充到90%。我们到的时候再来看看充到多少哦。这是我们的行进间充电啊。三百多2.1K。我们快到了，有人开过头了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有没有看到？在200公尺处向右转。观海楼。在前面。向右转。你哪行唔到啊？我行到啊。跟我走。对了，我导航嘛是遐。那我可以去外面睡觉。要铺床啊。最好了，你那个枕头都还没弄好嘞。来到这个地方都是没有灯啊。蛮皮。这个阿青很会找这种地方。好。欸，这个厕所啊，6磅，真的假的？有人已经躺平了哦，有磅哦，我来要进来睡啊。你有够好睡的，你放屁。我们从台北江开到这边，这叫台南的那个观海楼，七股的观海楼，然后从60%冲到93%了，总共冲了33%，33%冲了100%。超过100A呢，100AH，可以的，这个276
现在276开始来开冷气好了。我们来开一下我们的冷气，看这样一个晚上使用多少电。25度。如果里面的温度，基本上像这样我们开25度，那如果我们这个室内的温度没有高于25度的时候，它是不会驱动的。那这样子开有一个好处啦，如果万一太阳出来了，它就会自动启动，你就不用再起来开一次。基本上这边外面的温度是，外面的温度啦是低于25度了，但是室内会比较闷，所以我们还是开着。你看，我们就把这个往前移，这是要载到南部的东西，下面全部都是。还好还有一个床可以睡，老板娘来马上就睡着了，真是好睡。Good night， 我要睡觉了。